四百公尺处向右转。这些电脑打的，它也巡视不了多少就是多少，对呀、啊，它是工作人员。尺数在圆环处与第二个出口下交流道。
任何。西班牙还是意大利？还是意大利？对啊，意大利跟法国边界，那边离开日拉瓦，日拉雅就日拉雅，然后现在要在哪里睡觉？日拉雅。哦，比萨不是在哪里啊？比萨是比萨，在哪里啊？将通过 YouTube Music 播放《方步凡人》。